碗我们做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要做筷子。好，筷子我们做好了。老板，然后呢？你干啥呗？那我叫你。我们现在开始生火。我们现在来开始做一种美味，这个甜酒呢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也是自己做的。好了的。我们现在把切好的红薯放进去，好，先让它煮一会儿。完了，这个就是甜酒煮红薯，现在差不多熟了，也煮了那么久了，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。人吞奶，奶进来肉啊！好，奶奶啊！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行了。用这个竹子煮东西呢，要注意的是，不要把那竹子烧穿了。挺好的味道。